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龟娘。在直播的时候，我经常会用到星海嘛。我是一个主 C 星海的配对，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想要看我星海的这个面板，然后今天就出这期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先说一下我的星海配对思路，就是一个雷神星海，这是两个核心。雷神的话就是一个充能，然后星海这边的话，圣遗物搭配的是一个双水治。副词条都不太好，副词条其实要出大生命、大小生命的，但是我这边你们看得到，还有是防御啊、暴击啊什么的，这个就无所谓了，也不能太强求。水伤杯，这个水伤杯还可以，要是生命值再高一点就好了。然后治疗头这个可以看到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欧啊，防御力都快拉满了。羽毛是这样的，羽毛还可以，大小生命都有。花还有暴击呢。回头有时间我可以再去给他刷一刷，不过目前的话其实这些属性已经够用了。他的血量我没有刻意去堆他，也不是很高，但是这个血量其实已经完全够用，他能扛得住很多的致命攻击了基本上。然后去打一个本试一下吧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希望我的配对思路能给你一些启发，拜拜。